竟然藏在这两只大海螺。我的天，它也太肥了吧，竟然不吸。哦呦，这太肥了，冬天不吸很正常。这个缩了吧，这个是肉出来多冷啊，你看看它又缩回去了。缩得快，太大了，这两个得多沉啊。哎呀，好久又不见我来赶海了，刚才收获两只大海螺，还不错是不是，放手了啊。这还一个货，我刚才看见了，我眼扫了一下，你拆了，拆了啊！啥呀？啊，太凉了。这，看没？墨眼螺。嗯。我的天，我在沙里，为啥在这里？收了啊。冬天或者是夏天，只要是刮大风啊。就是这种状态，都出来了也不磨砂，可能是底下太多磨不进去了。哎，好多好多呀！哎，瘦了，哎，太多了，这刚来就捡够一盘了，怎么样？啊，这里有一个东西磨砂了，你猜是啥？啥也没有。今天是海螺家族聚会吗？你看，死了两只大海螺，又有这么多小海螺。哎呦我的天呀！你们可别说我，就是捡什么就都捡什么哈。这可真的是不怪我呀，我捡啥我也说了不算呀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大螺也不小，你看多大，收了，老不错。看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一个。你帮我看看啊，可能附近不少。你眼神真好，我是一个没看见。看这里有石块吗？底下又没藏海螺。有石块，没有八扇鱼，没有大货。没有，看，刚说没有就有了，怎么样啊？这么大的大八扇鱼，镜头。看，好大，一个能炒一盘的啊，镜头。还是什么情况？还活不活啊？哎呀，闭上了，走。这里还有一个啊，孤零零的在这儿，别的都是一片一片的，它是自己。看这一块根本没有，都换了。耶，脚底下。石头。这是个啥呀？溜球的石头。看，这里，哎呦呦呦，这里一只。花杆还活不活？我的天，在这里多久了？好脏呀，也是都不活了。看这样还不新鲜，它没有不新鲜，但是能看得出来它有好几天了。就像你那会儿说，就像你那天说的，冬天的海鲜多冻几天也不臭，是不是？不臭也不要了啊。看，走了好几圈没看到，在缝隙里藏了一个毛蛤蜊，收了吧啊，个头也还行，换出来。我的天，这是一只老鼠鱼，前两天捡了一只，我赶海这么久都没捡到过，就最近捡了两条。看这个是不活了，之前捡了一个活的，不过这个是新鲜的。你看它的嘴巴好可爱呀、啊！你看它是不是有个绰号叫亲嘴鱼？不错啊，收了收了，带回去。哦，继续往前看看。哟呼，这里，大爪鱼一只。哦，看，一翻它都感觉到了，它的大爪子就动起来了，收了啊，走吧。哇、哦，这里又一个大蛤蜊，呀，和刚刚那两个大的长得有点不像，又很像，是不是？我得拿出来对比一下，顺便给你们看看，这算是一样吗？啊？这个我是真看不出来是不是一样的。不知道我回家尝尝试试味道怎么样吧，试试味道是不是一样的哈。走，看这里，我的妈，这两条八爪鱼都开花了，哇塞，你看它的腿多长，有没有个一米呀、啊、说一米不过分吧。你看看这个腿都在哪了，收了啊。
带回来。那边还有一个上尉，这上尉长得是啥呀？小珊瑚吗？不认识。在这里一条鱼，哎呀！你看那儿，你看那儿，那有八爪鱼。八爪鱼，哎呦！我先把鱼拿下来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跑了跑了！这条鱼很活跃呀，啊，个头不小。哎，你看你这，哦，这是一条沙光鱼。看看看，好胖啊，好肥好有肉啊！看你们看，冬天的鱼，哇塞，冬天的鱼和人一样长膘啊，个头不小，瘦了啊！啥玩意儿？这里还有八爪鱼？嗯。哇，不小不小，看看，几条啊？我刚才看的好像是两条。那是就一条，你看，哇塞，漂亮呀！怎么样？两条啊？那我得再找找，它是不是跑了？在这里，哈哈，你的眼也太厉害了哦！哎呀，不小不小，这两条个头咋这么大呀？刚来收获这么大呀！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今天来赶海了啊！刚来收获一条这么大的大光鱼，还有两条大八爪鱼，走，快快放我桶里！就在这个石块底下，哎呀，我的妈，什么情况？八爪鱼，你看。我的妈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石头咋一拿就碎呀、啊？这就好像人造的一样，跟豆腐一样。哇塞，你看这个八爪鱼，比那两条小一点，但是个头也还可以，知足了啊，收了。还吸了个小蛤蜊壳。我刚刚好像看到鱼上有个蛤蜊，你看到了吗？是吧？那真有，那在那儿。果然，你眼睛你也挺好，有时的。哎呀，拿不住呀！哎，不错不错。哎，这谁家的？这个石头啊，不赖我啊，这太碎了。走吧，这边的石块藏货几率很大，对不对？我每次来在这边都有收获，什么情况？这咋还这么多小碎石头？这个你搬不动。不是，哎呀，好、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再搬。哎呀！没有，居然没有！你快点说呀！我的力气是不要钱吗？我的天！哎，这么大个石头鱼还没有，浪费了！你这个鱼，起！哎呀，没有，走吧。会发现这里一个扇贝，收了。个头还行吧？看这里有个波，像不像个猫眼螺呀？你看，它跟这附近的沙地它就是不一样呀。试试啊！哦吼吼，果然有一只。哎呀！哇、哦、塞，好多水呀、啊！好多水，还不小呢。嗯，是呢，都是吸了好多沙呀。随便吸一下，收。看，这里一个大扇贝，收了啊，长得有点畸形呀。哎，这一个也不错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那里还有两个钉螺呢，收了啊。啥呀？两个钉螺能回家也吃不着啊，就一起煮了吧。有肉的。看不着，收了吧。我的天，一个大货，没有啊，走吧。这个啥？这是石头还是蛤蜊啊？蛤蜊，你看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这么大呀！哇塞，真不小啊，太大了，是不是？这不是门杆吧？我不知道了呢。这可不太小。这就是，这可能应该就是那个大蛤蜊吧。收了啊。回去尝尝啥味儿，没吃过这么大的。收，看这个八爪鱼是什么造型？离老远一看白白的，像不活的。你看，其实它还活的，只是稍微可能水有点凉，把它给冻坏了吧。看呀，这么大，不小吧？我觉得这个已经喷墨了。是吗？嗯。不知道，那也没见它的墨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变色了。它的墨这不带着吗？啊，对。收了吧，收了吧。赶紧把它放到我的桶里暖和暖和。哎呀，你们快看，这里还有一条光鱼，个头也是不小呢。我的天，嗯，还活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好滑溜啊！这个有黄。哇塞！哎，不是，不是，这是它的这个鱼鳍黄黄的，本身没有黄。哇塞，它的肉可好吃呢，很怎么说呢，很细腻。这个呢，看，哎，收了。看这里还有一个大螺，哎呀，我的天！嗯，
海蛎子，哎，大螺，大螺身上有海蛎子，收了，回家一起煮了。